很高兴的一刻来了，大春老师送给我今年，就是应该明年，明年的春联到了。好，我来看看，很紧张，有什么字不会念的？大春老师，阴阶一草为春色。等一下，不能弄乱了啊。然后隔夜。黄惨了，应该是立啊。隔夜黄立，真的好累。隔夜黄立，多好音。然后再补一下第一章，再补一下第一章。这个阴这个字待会真的去查一下是什么意思呢？阴阶逼草为春色，这应该摆右边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一次祝福大家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 OK， 谢谢。